第26题27题是题组，下列有关物体运动的位置时间图 ST 图、速度时间图 VT 图及加速度时间图 AT 图如右边各种图示，请回答第26到27题。第26题是问何者物体做等速度运动，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教过我们图形的判读，我们的甲是 ST 图斜直线，这个是做等速度运动，甲要选。乙呢是 VT 图的斜直线，这个是做等加速度运动，所以呢乙不选。丙呢也是 VT 图，但是它的 V 呢是一条水平的线，这表示我们的速度是定止，这也是个等速度运动，所以呢丙要选。再来是丁是个 AT 图，这个 A 呢维持个定止，所以它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，所以呢我们丁呢不选。那么戊呢，这是 AT 图，又是一条斜直线，它的加速度越来越大，表示它是个变加速度运动，所以呢戊也不选。那么己也是一条 VT 图的斜直线，那它向右下方斜，表示呢加速度与速度反方向，所以速度越来越小，但这也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，所以己也不选。所以呢属于等速度运动呢是甲跟丙。于是第26题问我们说何者物体做等速度运动，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、甲、丙。